在日本这边呢，如果是一些有刺青的善男信女们，如果你的面积过大，像 Daniel 那一种的，就可以考虑不用泡了。我们最后一天终于认识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帅哥，这样也很帅。跳啊！啊，嗨，有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嗨，有ございます。Where are we？ 湾崎马地福冈卡。福冈卡，好不容易来到福冈了。现在几点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中午11:30了，我们今天出门早上4:30。4:30，而且因为昨天也没怎么睡觉，睡都没睡，睡不见差，睡都没睡，就是很饿。在日本第一件事就买牛奶喝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喝？还不错，好不好，蛮新鲜的，好喝哦，明治的。好。我也知道了，我要解剖一下。我讲第一大种，小小间的啦，一个晚上5000这样子，在市区闹区。蛮适合正在冷战的情侣。啊，日本第一餐栗酒牛舌，哎，好好吃哦。它这么厚啊，这舌头啊。来啦，用垃圾。先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我先从颜色比较浅这种白肉的鱼开始吃，因为它的、okay. 因为它的含铁值没有这么高，而且通常颜色越鲜红的那个鱼肉味道越重。就跟喝酒一样，先从淡的酒喝到酒精浓的，对，然后从白深的，然后吃到红色的。那你们先吃。我刚刚是在解释。好，要吵架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现在没吃饭哦，我第一口，最好是不好吃，不好吃，这几天都不要喝好。对，可以喝好吗？可以喝到半天。啊，半天。嗯，哦哟，这很难夹。是是。嗯，鲑鱼好吃，非常好吃，真的。来，我们看看公道博觉得怎么样。是要用手抓的吗？嗯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水啊，白痴，水了。好吃，好吃，还是非常新鲜。先来一个 ，which you prefer？ 觉得小颗看起来比较好吃，可是因为小颗比较颜色比较好看，对，偏酸。酸。那我们今天买的是低卡路里的炼乳。好，快吃老板、哦，大气的老板。没有，就这样吃啊。哦，汤泽玉真的很好吃哎，太好吃了吧，汤泽玉！怎样？你要讲什么？快说！很好吃啊！啊啊，太多了！不，刚刚好。你这个只能这样吃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，我觉得比较甜哎。你有一点带微酸，对，但甜味比较集中。你的偏酸甜，酸甜。对啊。我们等下吃饱去哪里？我们去发展场。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就是情侣可以去发展场玩，不容易哦。OK， 现在时间是7:50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熊本。我今天跟 Klook 买了一个熊本一日游的券。我们开熊本城。跟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 schedule， 我们就不会说现在要干嘛，现在要干嘛那种感觉。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跟团就是懒人最方便的方式，所以出国要跟对的导游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熊本城，他最知道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，因为熊本地震的关系，他震倒，震垮了，对不对？去年才修复完成，但这一座建筑物历经了大概一次、两次，总共三次的毁坏。最早的时候呢，是在明治十年。1877年的时候，它是因为西南战争的关系被烧毁，然后在后来在平成是平成吗？我再看一下，昭和35年1960年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进行重建。我就是为了这一座熊本城才来参加这个 Klook 的行程。OK， 好壮观哟！很难想象它当初被震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哎，花了刚4-5年时间就弄起来了。不得不佩服日本的效率。第一次在日本，就是我超难排队的，不到排队立刻转头，我掉头走了那种。那因为真的太想吃牛杂锅了，然后为了牛杂锅，我们排队等了快1小时07分钟。最好是一个很好吃的，两个人，然后 Lily Coco 总共8品，对，吃很博多特产明太子，好咸哦。换我，我吃，还是这样煮啊？那不用吧？不错啦。就很咸啦，你现在就是新鲜的乌鱼子，马肉，很难嚼的。你看吃没有煮过的猪肝，嫩嫩的呢，嫩嫩、但是是瘦肉，好吃的。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生鱼片，不
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老板现在来试试我们的牛肠。牛肠跟大肠一样吗？它油脂味比较多哎、欸。哦，很好吃，对，很好吃，越油越好吃。每一咬一下，那油味就喷出来，喷出来，一直喷出来。韭菜锅，韭菜牛肠锅。刚刚我们稍微的职业病又发作一下，就是搜寻一下附近有什么比较厉害的汤屋。然后这一间是目前所有里面饭店4.6分高分，你要知道日本人的评论是不能假的，他不会作假，所以4.6非常的高。好，马上去看看。上海肉评价，走，进去看。在日本这边呢，如果是一些有刺青的善男信女们，真的是建议你啦，如果你的面积过大，像 Daniel 那一种的啦，就可以考虑不用跑了。覆盖过你的刺青面积，那这种遮不住的呢，再用另外一张。可是最主要是主要面积要遮住，这样子。好累哦。来，我们现在涉案师傅呢，先帮你开背，我有涉案的姿势。Oh my god！ 这是大众尺，只是靠没人。啊，好舒服哦。好烫，看，非法拍摄的，好像没有洗发精、沐浴乳，没有。啊，泡完温泉之后，好像是一个温�泉蛋，一个50块，不是把费哦，是自由奉献哦，自由奉献。然后旁边有盐巴，然后钱你要投哪里？啊，这边，对对 ，money 啊，这边只有你一个钱而已，根本没有人投钱啊。这个可以喝，可以喝，可以喝，我喝喝看。多喝会得到幸福。谁跟你讲的？干干，好，就这样。坐，好。我们刚刚泡完温泉，就是想要买泡芙，没有买，然后买到这个猛的栗子蛋糕，栗子蛋糕。对，这是干嘛？我吃一口看看。Maybe 我们平常吃到都是比较化学的吧？这个很纯粹耶，很天然的。阿苏火山，大概海拔1500公尺的地方，现在它在二级警戒，因为它可能随时都会喷发，所以它1公里范围内都没办法过去，我们只能站在这边拍拍照。那请问这个草千里离那边大概多远？离那边哦，大概要走2天。2公里的路，你需要走到2天？就是我边走边吃啊，然后可能会停下来玩手机。刚到车上有讲的麦听，对不对？刚到在车上有讲的麦听。没有直升机，你看那有个村落，只有那个小村庄。哇，要迁村了吧？对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他刚才有说那边大概有50户人家住在那边。哎，他们离他们就这么近？对啊，你看他开车，你看这里有车路，但一直在开过去。这跑不掉呢，庞贝城。OK。哇。老板，我们今天这是在吃什么高级餐厅啊？是日式的西班牙炖饭餐厅。我们现在是吃的是我们生蚝的部分，给它加一点 lemon sauce， 连汁都不会浪费。加油，游客！很鲜，哇、哦，它后味好浓哦。生蚝真的很好吃，你要不要吃一根？我不要，真的很好吃。多坚持，坚决吗？不敢相信，来日本吃。吃生蚝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可是你的是烤过的啊，你汤好浪费哦，汤都倒下来了。你知道这样4颗，我们给他要求要做半半，2颗生蚝，然后2颗是烤过的，这样4颗才日币1000，不到1100耶，就是4颗台币200多，好便宜哦，虽然不用很大颗了，但是日本呢。先吃辛苦他的饭好了，我们料理来吃，料理好吃的。现在吃饭，然后咬的就是要用这种西班牙的米，然后煮到中间有点米心微硬，但是不能太软，也不能过硬，就是要中间就是要熟透，但是米心要偏硬，它才能叫做正宗的巴阿咬。有，它米心真的是硬的，但是它外面整个饭吃起来，你不会觉得是生米。我吃一口看看。难怪等那么久，我们这边大概等了半小时以上。嗯，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已经很好吃，推荐哦。我是要干贝，
西班牙餐厅都要有一道这样子的章鱼的料理。你说很多章鱼是那种好像橡皮筋一样咬不断，它我不敢说它入口即化，章鱼不可能会入口即化这件事情，但它是咬得断的章鱼，是好炖的有熟透，然后又不至于太老。OK， 炖在下面的那个马铃薯泥太好吃了。OK， 你要试试看。炖的牛肚这一定很好吃，还有一些通心粉，占位的，一到十分。对，可以，也是八点五分。你现在是所有的开胃菜都是八点五分的，八点五分起跳，八点五分起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条呢是，福冈这边的同济一条街，然后这条街会看一下，很认真，没有生意人了，maybe 只有我们。对，谢谢，欢迎光临。中文，台湾，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，全店只有我叫我们总共四个人，蛮温馨的，客厅小聚，蛮温馨的，然后还可以唱歌，对，还有卡拉 OK， 可是好像我刚才看到说要钱啊，是吗？那一首200块的样子，那天比较好的，你想唱吗？我唱了，虽然要收钱，可是我不能收。啊哈，那个 cocktail 好像就是调好的果汁，可以喝喝看吗？有酒精吗？大概2%，70%是葡萄汁。那我今晚应该是喝不醉了，谢谢。优酪乳的口味，然后有酒吗？没有，2%对不对？有。我们现在要去路的尽头，就是天满宫，泰昭天满宫。然后，因为我们真的很晚来了，我们6:30。之前还刚才参拜完，还要跟神明讲一堆我们的愿望。你看我的签是大吉吗？真的假的？哦 ，You're so lucky。我开箱哦，开箱，好紧张。哎，其实每一个都大吉啊。我们刚刚买的那个会嘛，然后我们挂上去，上面写上我们的愿望，然后现在把它挂上去。是吧 ？OK。我们现在要来吃我们在福冈最后一天的晚餐，然后最后一餐了，所以我们想要犒赏自己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吃这一间，它这些有名就是它的五花汁，这边的那个海鲜听说非常厉害的。好，这边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，它有它自己的水族馆，各位你看。哎，就在我们饭店的楼上而已。听到这间饭店，因为我们是住这边房客，所以我刚才去跟就柜台那边当那个欧巴桑，然后要说有没有那种 coupon 券。哎，结果还真的给了我们哦，因为我们住这里，所以有一个10%的歌影的一个折扣券。OK OK。然后我们最后一天终于认识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帅哥，他叫 Can we introduce you？ 他高音哦，多大吉 ？Cookie。Okay. Cookie, hello. Hi, nice to meet you. いくつですか？いくつ？ 23. Okay, 我改。这样也很帅。现在这个是我们上的 set 的第一个的前菜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他讲一堆日文，我们也听不懂。贵的东西就对了。对。花枝，来喽，会跳哦。哦，好，跳起来了。何これ？レモン。レモン。好，我们现在刚刚那个跳舞花枝。那我们先请我们客人先吃一口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来就不。OK。OK。来，我们示范怎么吃高级的干贝。要沾一点东西。怎么样？鲜。鲜甜。嗯，这台湾吃不到。是吃得到，但是就是这边吃感觉是很高级。好，这是抹茶粉，他说这个沾抹茶粉会让它肉更加吃来甜甜的。沾太多了，嗯，是吗？很好吃，真的吗？它是抹茶盐，是 ，it's salt。我们现在吃海胆，你敢吃海胆吗？等下试试看，好甜哦，嗯，好奶油哦，我吃别的。干嘛、啊？香哇塞！香哇塞！嗯，很好吃。哎、欸，这鲷鱼很好吃。啊、我还是吃下一个鲑鱼卵跟海胆的寿司。怎么了？不可能，来不来？好，
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浓？就整个就是整个炸开了，就海味啊，然后整个海鲜大海的鲜味都包在里面了。这冻饭不错，微软 sharp。哦，宝宝在我嘴巴喷开了，鲑鱼宝宝。对。刚点了一个 set 的 appetizer 跟 champagne， 然后一个 set， why you do that？ 那个 champagne， 然后 appetizer 跟一个饮料，然后我们现在喝喝看香槟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喝香槟的时候手不要去摸着杯子，因为你的手的温度会影响那个香槟的那个。好喝吗？它是偏 dry 的，就是不是那种梅酒，就是它是属于不酸啊，不酸，就是好喝的，顺口。日式哦，草香。草莓香槟酒，这杯多少钱啊？2400。It tastes good. Yes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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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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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我们从12点就到了，然后还坐计程车回去饭店拿护照。我想这边，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这边，因为不管 gay 还是女生、男生、异性恋，因为在其实这边应该不多啦。但其实我觉得日本人这边玩的还蛮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九州还是怎样，就其实大家很疯，可是又很味道很情欲或是什么，就是大家都很开心。那不是直男咬每个人？对，很像同乐会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就是很好，其实更好跟他聊天。对，只是那个歌就可能不带。就不是我们在听的，就是那种异男那种晃动动动，对，但还蛮好玩的。然后结束之后，看有人就立刻在后面迷醉，哎呀，要被检视了。对，好，回家喽，拜拜。没有，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也、4天3夜，其实只有三天而已。其实只有三天而已，而且我们来回的天气怎么都一样，对，都下雨，还有下回去一下。那还好了，还好就是还好，我们出去玩的那一天就是跟团的那一天，就是天气还不错，对，然后第一天也还 OK 啦，第一天还 OK， 其实就很累。昨天晚上我们去那个什么大天满宫的时候，哦，对，下雨，然后被早上也没下，然后也 OK， 微微毛毛雨，然后回去咯 OK， 拜拜。这种蜜月旅最后怎么这么赶啊？很累。应该是我觉得最后一天是那种不要那么早的班机。对啊，应该说以后不要给我买人好了。啊，对。